感谢立飞的介绍，对，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来，用这些遥感数据，还有生态学的大数据来研究这个森林的再生的潜能，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全球的森林，他们是处于一种，等一下，我怎么没法全球的森林主要是处于一种，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forest dieback，就是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引产生的。比如说，在这种现象呢，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在各个有森林覆盖的大陆上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尽管说有一些树，它们是有一些物种，它们是已经成功的可以适应这种干旱的环境，但是它们由于这种气候变暖，还有这极端气候的产生，以及一些森林的害虫的现象的产生，导致这些森林始终产呃就仍然能够面临一些 forest dieback，使得这些全球的森林面积在逐渐的缩小，然后它们的状态在逐渐的下降。然后呢，第二个会引起森林产生一产呃会影响森林覆盖的原因，就是这个来自于这个野火。就可以看到这幅影像，总结了从2001年到2022年之间这个。forest tree cover 它的丢失主要是由于这个森林的火灾，就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红色圈画的地方，比如说一些boreal forest，还有这个 tropical forest，它们都会它们的覆盖率在逐渐减少。所以说，为了继续的能够保持森林能够不断的再生，所以说我们现在我这个这这个下面呢主要研究这三个不同的 life stage，第一个是 adult trees，就是说比较成熟的树，还有一些就是它们的种子的产量。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说有多少这些种子会发芽成幼苗，然后这些幼苗是怎么样变成adult trees 就变成大树的，就是这三个不同的生物的阶段来总结了整个森林再生的可能性。然后由于为什么要研究森林再生呢？首先它不仅仅提供了森林再生的可能性，它还提供给一些生物提供了一些宝贵的食物来源，还有栖息地的来源。比如说这张图就总结了很多种子的产量，比如说一些橡树产生的果子，或者是一些松树产生的果子，可以作为一些松鼠或者鸟类或者是黑熊之类它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所以说研究种子产量是非常有必要的。今天的 talk 主要会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是从一个全球尺度来讲，每年每棵树大约产多少种子？我们主要研究三个尺度。第一个尺度是每个树本身的尺度，第二个尺度是群落尺度，第三个尺度是这个物种的尺度。然后同时，我们既然已经研究出来了这个全球种子的产量，那么我们用一些关于用这三个变量来解释全球种子的产量。第一个变量就是说，来自于每个树本身的一些 attribute，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树它有多这个树它的 size 是多大，或者说这个树它有什么样的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物种，这是第一个可以影响到森林种子产量的一个来源。第二个是来自于这些nutrient related variable，就是说这些。有的树它能够有更多 access to nutrient，那是不是它的结出的果子就越多？第三个就是来自于气候的一些变量，比如说温度，还有降水，还有就是说我要解释就是物候，phenology 来怎么影响到种子产量。第三个问题是说，现在我们知道了，全球森林能够产生这么多的种子，那么多少这些种子有多少会变成未来的森林？就是第三个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在全球这个是这个图总结了说，在这个全这个系system model，就是不同的地球科学模型，他们是怎么样来用这个关于 net primary production 初级净生产力来引导到这个种子产量上去的？就一般来讲，他们就会有一个 seed production，就是一个 fraction，是 NPP 的一个 fraction，就是说如果说我有多少的 NPP，那么我取一个10%，就意味着会有多产生多少的种子。有时候我可以说，我取这个fraction 变为20%，那就是说我就会更多的 NPP 会产生百分之二十的 NPP 会变成种子的产量，就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assumption。就现在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数据来进行验证这个 assumption 是真的对的或者是错的。首先就是种子的数据是非常的有非常多的 noisy，有非常非常 noisy。首先，而且它有非常非常大的生长极之间的变化。比如说这两张图总结了两个不同的 species，一个是 Pinus monocarlo，一个是 Abies grannis。
所以我们现在有557个time series，然后我们看到每一个这个 time series 都总结了一棵树的种子的产量，从1960年到2020年，然后每一个蓝色的线都代表一个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是不同的树之间它们的种子产量是非常不一样，是每一个线之间。第二个是同一棵线，每一个年份之间的产量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在这里，它可能能够有300个种子，但是在这一年、第二年，它可能就只有一个种子都没有。所以说，它既有年纪之间的变化，也有树与树之间的变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两个 species 之间，这两个物种之间，它们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总体来看，这个 Abies grandis 它的产量比这个 Pinus monocolor 要大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三种变化，第一个是在每个树之间的变化。第二个是在同一棵树每年之间的变化，还有就是说不同的物种之间的变化，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有足够多的数量，足够数量的数据来能够检测出这种变化。所以说就是我的博士后的导师就发就是来 develop 这一个全球的一个 network 叫 Masking Inference and Forecast Masking 模型，它一共有1200个观测值，来自于1000多个物种。而且覆盖了整个所有几乎所有的有植被覆盖的大陆，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最多的地方在于在北美，还有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数据比较少，但是我们都尽可能的去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覆盖，来保证有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这个研究。利用这个结果呢，首先我刚刚说了，就是说 NBP 就是这个初级净生产力，它是。很多 assist model assume 就是我们取了 NBP 的10%来作为种子的产量。那么如果说我们把种子的产量沿着从热带地区，从这个干从从既干旱又寒冷的寒带地区，到既湿润又潮既潮湿又温暖的热带地区，我们可以画一条这个线。从左边到右边的话，这个横坐标是温度的变化，同时也是这个降水的变化。就是说，从左到右降水增加，从左到右温度也升高。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两个不同的 definition，第一个是叫树木的级别的种子产量，叫 ISP，就是说它是我们把每棵树的种子产量来 divided by 它的 basal area 来得到一个 ISP 的 value。同时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群落级别上的种子产量，就是说我们把这一个群落上所有的树来自不同的物种加在一起，然后同时。除以它们的整个一个森林的面积，这样就得到一个群落级别的产量。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ISP 和 CSP 两个值沿着这个温度还有降水的这个尺度来，这个 gradient 来进行 visualization，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 NVP 的值是从大这个 y-axis 大约y-axis 总结的是从寒冷的或者干旱的寒带地区到热带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如说这是。对 NPP 来说，它是从一变到大约五的样子，就是说它一共变了5倍，从寒带地区到热带地区，它一共增加了5倍。但是对于 ISP 和 CSP 来说，它们一个增加了大约100倍，一个增加了大约250倍，就意味着如果说我们认为种子产量只是 NPP 的一个 fraction 的话，那么 ISP 和 CSP 应该和 NPP 的线是一致的，就意味着因为 NPP 只是分出了20%或者10%的 fraction 来 allocate 到 ISP 和 CSP 上，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并不 follow 这个 NVP 的变化，所以说，那些 Earth System Model 那些地球系统模式需要进行改进，来进行模拟这个种子的产量的变化。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一个主要的结论。然后同时，如果说我们把这些 ISP 和 CSP 总结到每个物种之间的差异上去，我们就可以做一张这样的图，这张图叫 phylogeny，就中间是它们共同的祖先，然后每一个线。就是来总结了他们的一个生物变化，一个生物进化的一个途径，所以说比较相似的物种呢会集中在一起，然后不一样的物种呢会离得比较远，比如说这一堆都是属于都属于裸子植物，就是 Pinellas，然后剩下的都属于被子植物，然后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线，它这个红色代表它的种子产量很低，蓝色代表它种子产量很高，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我在做这个图的时候是用了 log10 scale，就意味着从1到6代表是6个数量级之间的变化，从1到100万。然后我们看到种子的这个变化，首先它们的 variation 大约有6个数量级。然后相似的物种，它们的种子产量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这里都是裸子植物，然后它们的种子产量都是很低的，都是一个红色的值。
然后这边都是被子植物，它们的产量是很高的，都是蓝色的。你看还有其他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聚集起来，都是同一种颜色，意味着同样的比较相关的 related species 是近亲，它们的种子产量也会非常相似。然后现在如果我们 zoom in 到这个 panelist，可以看到刚刚像我说的，它们都是一些非它们的种子产量都非常低。然后对于这些被子植物，它们的种子产量非常高。然后一个是橡树，一个是松树。它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松树会有，松树或者其他很多的物种，它们会把更多的资源来 allocate 到，去形成一个这个它们的叫 woody protect cones，就这个 cone 可以防止它们被捕食，或者说是，在比如说火灾中幸免，就是一个非常的，因为他们把更多的资源来 allocate 到这个 woody protect cones，就意味着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 allocate 到他们的 seed production 上去，就意味着他们的种子产量就会比其他的没有这种结构的物种的产量要低很多。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橡树它的产量会比这个松树的产量非常会高很多。同时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困扰了生态学家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达尔文在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信里面曾经提过，就为什么物种大爆发的时代，在这个白垩纪，为什么说被子植物可以迅速的崛起，然后成为像地球上的霸主一样，是因为他们就我们这个结论可能提供了一部分 insights，就是说被子植物可能能够产生更多的种子，相对于裸子植物来说，所以说他们可能就为什么他们能够那么的在这个白垩纪那么的成功，那么的形成了物种大爆发。现在对于第一个问题进行总结，就是首先我们发现的就是说，从这个 ISP，就是每个树本身，还有说这个群落本身的种子产量来说，它们大约有100到250倍的增加。那对于 NPP 来说，只有5倍左右的增加，所以说我们的 ISP 和 CSP 还有这些种子产量是不 follow NPP 的变化，所以说那些 Earth System Model 需要进行改进来提高它们对 reproduction 这个 module 的一些模拟。然后第二点，我们发现对于这个物种级别上的种子产量来说，一共有大约6个数量级的变化，就是说尤其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之间，裸子植物的产量远远的低于被子植物。然后现在，既然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这个种子产量会在这个物种级别，还有说群落级别上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又找一些影响它们的因子来解决它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是来 focus 在这个 individual attribute，所以 individual attribute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树的胸径，就是说有一个我们现在我们的假设主要是来自于这样，如果说我们的 x-axis 就是我们的横坐标是胸径的话，然后它的纵坐标如果是种子产量的话，根据这个 allometric scaling，就是意味着越大的树，或者说它的胸径越宽的树，它的种子产量应该比一些比较小的树的种子产量要高的，这是 allometric scaling 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我们的种子产量如果是沿着这条实线的话，那么随着胸径的增加，那么它们的产量应该越高。但同时呢，就是说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树木足够年，他们的年纪或者说他们的胸径足够大的时候，因为他们呢可能就不那么的，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种子。就比如在一般的果园里面，可能说有的果树到30到40年之后，他们可能就需要把它们挖掉之后重新摘新的果树，因为到30年40年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果子。这是一个农业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啊，我们现在有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所以说我们用我们的数据来进行验证。首先，如果说我们把这里的横坐标还是这个所谓的胸径，然后它们的纵坐标还是这个种子的产量。不过现在我们把种子产量进行一个标准化，我们用最高的种子产量，我们用每一个胸径下面的种子产量除以最高的种子产量，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化之后的种子产量是从0到1。然后第一个 row 呢，它是这个来自于温带和寒带的区域。然后第二呢是来自于热带区域。首先，我们把这个种子产量沿着这个树木的胸径来比较，我们发现，随着这个树木长得越高或者是长得越大，它们的种子产量反而下降了，就是它们会先进行增加，然后后来发现到一定阈值之后，它们开始下降。然后这是第一种现象，我们发现的。第二种现象呢是说，它可以随着胸径的增加，它们的种子产量不断的变高，然后逐渐它，但是它们变高的速率在逐渐下降，就最后形成了一个到达这个 logistic 一种模型，这是一种就是形成到了一个平台期，没法再继续的增加。
第三种呢，就是说它们可以随着这个胸径的增加，然后它们的种子产量可以不停的增加，就不会有一个间断期，所以这是第三种模型。我们发现第一种模型，也就是说符合我们的第二种假设，就是说树木并不是说一直能够不停歇的产生种子，它们会就是随着它们年龄增加，它们可能不那么的不会那么的 productive，就是说第一种现象。还有第二种现象就是说它们的速率可能还在增加，但它们的速率在逐渐下降。就说头两种现象是验证了我们的第二种假设，然后下一张图呢，就是说是下一张图，只有 C 是同意我们的第一种假设，所以说80%左右的物种，这我们一共它验证了600多种物种，然后80%都是符合第二种假设，所以说随着胸径的增加，种子产量会逐渐的下降。然后第三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panel C 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来验证我们第二种假设，就是可能第二种假设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足够多，对于这些物种来说，对于20%的物种来说，我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数据来验证这种假设。所以同样，我们对于这些热带地区的话，也是和这个温带和寒带地区的植被是一模一样的，就是64%的物种，它们的种子产量在随着胸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而先增加然后减小，或者是它们增加的速率在逐渐减慢。最后达到一个平台期，或者是它们在不停增加，但是这种数据这种物种是非常少的，就只有18%左右，20%左右。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结论，就是说随着树木的它这个胸径的增加，它的种子产量反而是下滑，而不是说能够持续性的增加的。然后下面就是说关于这个 nutrient related variable，就是关于这个养分的含量。同样，我们的假设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说在农业里面，就是很多很多情况下，我们会使用一些氮、磷、钾这三种化肥来进行，就是想增加这个果实的产量。比如说，果树他们可能想给苹果树施加氮、磷、钾、肥，然后让它的苹果的产量增加。然后第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说我们身上的施加的化肥太多了，导致它不停的长叶子，而不去结果实。第二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果实的产量，但是说。然后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第一种假设是说它不会随着施加化肥的量增加而会产结果，而反而会增加一些一些这个长叶而不是结果，就是说来自于这是叫生长和结果之间的一种像 trade off 之间的现象，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有限的资源，你可以选择结果，也可以选择长叶，如果说你选择长叶的话，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资源用来结果，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路径，然后他们也是之间有 trade off 的，就这种假设呢，是基于同样一个一棵树，然后我们不，然后给它施加化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然后我们来观测它的果实的产量。我们可以把这种假设推到一个空间上去，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是横坐标，是来自于这个 nutrient level，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是 nutrient 的，左边是比较少的 nutrient，右边是比较多的 nutrient，然后它的纵坐标呢是这个种子的产量。如果说我们之前的第一种假设，就是说意味着它长叶而不选择结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种子产量应该是降低的，因为大部分的资源都被用于来进行一些叶片的增长，而不是进行果实的增加。然后这个是对于同一个物种，然后不同的树在不同的位置上，然后进行的变化。同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有 C，这是第一个物种，这是第二个物种，它们的变化都差不多的，尽管说这个 linear slope 它的值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一个比较陡，一个比较平缓。然后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不同的 species 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群落。如果说同一个 species 它们的响，如果是不同的 species 它们对 nutrient 的响应都是一个负值的话，就是说随着nutrient 的增加，它们的种子产量不断的降低，那么放到群落实上，这个结论应该是也是成立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三个假设，就是说对于一个不同的群落来说，处于比较 nutrient。多的它的一个群落，它的种子产量会比处在nutrient 比较少的地方的群落，它的种子产量要更少一点。然后我们如果说把它放到一个物种的尺度上来说，那就是叶片的 nutrient level，就 foliar nutrient level，就意味着有的树它可能比如说像比如说像橡树，它的可能叶片的 nutrient level 就比较高，然后比如说松鼠它 nutrient level 就比较低，就是说可能它们的对于种子产量的变化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说，随着 nutrient 是叶片的 nutrient 的变化，种子产量可能也是在不断降低的。所以说，我们有四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在于，就是对于同一个物种以内 within species，
不同的树，它们在不同的 nutrient level 上，它们的种子产量会随着 nutrient level 的增加而变低。第二种是说，对于不同的群落，处在比较 nutrient level high 的nutrient level 比较高的地方的群落，它们的种子产量会比处在 nutrient level 比较低的群落的种子产量也要低。还有就是在物种尺度上，就是随着 nutrient 就是叶片的 nutrient level，我们可能导致它的这个种子产量也会降低。就是这三个所有的假设都是来源于有一个叶片和果实之间的一个 trade off。如果你有限的资源，你把它放在增加这你的果实上，你可能就没法进来增加你的叶子的数量。如果你增加叶子数量，可能就没法增加果实的数量，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假设。就现在我们用这个全球的一个尺度上的模型来验证这种假设。首先说，我们用的这个数据是来源于一个遥感卫星所提取一个变化的一个 attribute 叫 color exchange capacity（CEC），就是说在赤道地区，就是热带地区，它们的 CEC 的含量是很低的。然后它是一个作为一个 nutrient level，就是土壤里面 nutrient level 的一个代表，就土壤养分越高的地方，它的 CEC 的 value 就会越高。所以说，对于热带地区，它们的不好意思，它们的养分含量是比较低的。然后对于这些寒带地区，它们的养分是比较高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然后说我们如果说也来验证第一种假设，就是说对于同一个物种，不同的树木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它们对中养分的响应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紫色代表是一个负响应，是一个负相关，然后绿色是一个正相关，就意味着对于紫色的物种来说，就是说当你提高土壤里面的养分，那么你种子产量是降低的。对于绿色来说，当你提高土壤里的养分的话，你的这个种子产量是增加的。首先我们发现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 Acer 还有这 Picea Pine Soft Pine，随着这个土壤里面养分的增加，它们的这个种子产量是在不断下降的。同时，我们发现，在这个橡树里面，oak coccus 里面，就是说红橡树，它们如果说你的养分越多，那它们的产量就越高。你看到这些都是红橡树，都是一些绿色的区域。然后对于这些白橡树来说，它们的都是一些紫色区域，意味着养分越高，种子产量越低。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红橡树它一般都是生长在一些比较 nutrient 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导致它们更喜欢更高的一些土壤养分。同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基，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些裸子植物，它们的一些祖先都会已经适应了这些所谓的一些比较土壤含量比较低的区域，它们都是紫色，就意味着它们更 adaptive to 这个 nutrient poor sites，就是意味着它们在这些养分比较少的地方也能够更好的生存。这都是符合一些基本的生态学的理念的。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有的树它是想对这个土壤的养分是正相关，有的是负相关。但是我们刚刚的假设是说，对于这个氮磷钾三种化肥，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刚刚只用了 CEC 这个在全球指数上一个土壤的肥力。所以现在我们就想把刚刚这种模型来应用到这个在真正的氮磷钾上面，而不是仅仅是一个 CEC 的一个 indicator。就是我们和这两位。Phil Thompson 就是在他们在 Wisconsin Medicine 这两个老师进行和他们进行合作，来用这个高光谱卫星来 derive 这个不同的氮磷钾含量，还有这个 magnesium 镁，还有 calcium，还有钙，就是这种不同的这个化肥之间的含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这个全球性的一个 variable，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EC variable。它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个非常的粗糙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有的地方可能说这是一个有很多树木的地方，但是它只有一个值来概括它们的土壤肥力。然后利用这个所谓的高光谱数据呢，我们就会看到在每一个因为每一个树的尺度上，这个一个树冠的尺度上来得到它们的养分的信息。比如说这是两个区域，一个是在 under，主要是一些 mixed forest，它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阔叶林。然后这个是在这个 jerk，在这个 Georgia，在佐治亚地方。它主要是一些松鼠或者是一些还主要是一些松鼠，所以说意味着它们松鼠的这个氮含量，这是氮含量的图，氮含量会远远的低于一些阔叶林的氮含量，所以说这个光谱信息是可以完美的抓住这个在这个冠层尺度上它们的含量量氮含量之间的不同。然后同时呢，我们就可以用光谱信息还有这个激光雷达的信息来提取每一个树冠之间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底图呢是来自于
激光雷达信息，就是绿色代表更高一点的树，然后棕色代表树的背景，就是所以说每一个树冠都是一些用这个激光雷达信息可以得到的。然后同时每一个树冠这个每个这个多边形都是把一个树冠包起来，然后它们的颜色是由这个它们的物种来决定的。这一个呢是在美国的东北部，叫 Buckwheat。第二个是在科罗拉多的一个 narrow range 另一个 size，一个是阔叶林，一个是针叶林。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好的来能够抓住它们的不同的变化。然后说，如果说我们把它们种子产量同样用这张图放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不同的阴影来代表它们不同的种子产量，就是更多的阴影来代表它们的种子产量更高。然后如果说是完全的白色，就意味着它们没有种子产量。可以看到这张图来总结了，就是说这是一个40×40的一个 plot。他们依然能够发现，就是种子产量是非常不同的，变化的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是也是一个树状级别这个变化。这里我没有放这个它们的尺度，它这个大约是从一到三，就是三个树状级之间的变化。然后不同的物种之间的变化也非常大，然后同一个物种在不同的位置上，它们的种子产量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想，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在空间尺度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NPK 就是这个氮磷钾，还有这个镁，还有钙这五种不同的 nutrient 作为我们的模型的一个 predictor，然后把种子产量作为一个 response，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每个 species 都有一个相应的响应，就是这个对于这个矩阵来说，每一行都是一个 species，每一列都是它们对某种nutrients 的响应，然后绿色代表是就是一个正相关，然后黄色代表是一个负相关。首先，我们看到，对于这个 phosphorus，对于这个磷来说，增加这个 phosphorus 含量可以减少种子的产量，而且这个大部分就70%的物种，大部分都是一个负相关。然后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镁还有磷，镁还有钙还有钾还有这个氮，它们的响应是非常的就是没有一个逐步的趋势来发现它们是不是都是正相关或者都是负相关，不像磷一样，磷是都是大部分都是负相关。但是可以看到，依然有一些物种，它们是可以看到一个聚类，就比如说这几个物种，这五个物种，它们大约都是对于钙还有镁都是一个正相关，然后它们对这四个物种，它们对钙和镁都是一个负相关，然后它们对这个氮磷钾都是一个正相关，就利用它们不同物种之间的区别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一个不同的群落，就这是我们所谓的不同的群落之间，它们都是有来自于不同的信息，比如说acrone。还有 Aba 都是来自于美国的 Eastern Forest，然后这也是 Eastern Forest，他们根据这个不同的响应可以定义他们在不同的community，然后利用这个 community 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把氮含量作为一个横坐标，然后把磷含量作为一个纵坐标，然后我们把种子产量在群落上的产量来作为一个 surface 来说，比如说紫色代表群落上的种子产量很低，绿色代表群落上种子产量很高，我们可以做出这张图，就我们的假设就是说随着这个养分的提高，我们可能种子产量是逐渐降低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就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每一个点都是来自于每一个群落上的种子的产量信息。然后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深绿色到紫色，我们看到沿着这个 phosphorus 的这个变化，就是从低到高，我们发现这个种子产量是从高到低的，就是说随着 phosphorus 增加，我们的群落尺度上的种子产量是逐渐降低的。就是也是和我们的假设验证了我们的假设，然后同样我们可以在物种尺度上，就是说我们可以总结叶片上的一些氮磷的信息，比如说如果说从叶片角度来讲，可能说我们之前的假设也是说，随着你叶片的养分的增加，你的 reproduction 可能会降低，比如这张图就总结了这个变化，就是一样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种子每一个物这里边每一个点都是一个物种，然后不同的颜色代表它们不同的一些叶片的一些 traits，比如蓝色就是代表它们是一些 broadleaf evergreen，然后红色代表它们 broadleaf deciduous，然后同样绿色代表是高的产量，然后紫色代表低的产量，然后如果我们还是从phosphorus 的含量从高到低的话，我们看到种子产量依然是从高到低的，从低就是说种子的产量是从高到低，但是 phosphorus 产量是从低到高的，所以说，也是验证了我们假设，就是当你增加这个叶片里面的磷的含量的时候，它的种子产量依然是降低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步总结，就是说，虽然说每一个在这个物在不同的树在同一个物种下，它们的
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说主要是一个负相关，对于这个磷含量。然后同时呢，当你增加磷含量，会降低群落级别还有物种级别的这个种子的产量，就这个是同和我们假设是相符的，就意味着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当你增加这个肥力，或者是增加土壤肥力，或者是增加叶片的phosphorus 含量，或者说是增加不同群落之间的 phosphorus 含量，它们都会导致你的植被可能长得越快，叶片越多，可能但是它的种子产量不会那么高，所以就是有一个 trade off。然后下面就是说我们研究的第三个 variable，就是说和气候相关的 variable，就是我们所谓的物候。这个物候呢，它是来自于这个 Walter Koenig 在2015年 Ecology paper 上发表一篇文章叫 Phenology Synchronized Hypothesis，就是说物候的同步性。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春天是足够温暖的话，那么我们的物候是非常同步的。就是这里面每一个这是一个分布图，它每一个点都属于每一个树，就同一个物种下的每一棵树。如果说你的春天非常的温暖，那么它可能都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开花，或者是产生它们的物候的开始的阶段。然后如果说你的春天非常冷的话呢，这个distribution 就是分布就非常的 flat，就意味着它有这个两边的 tail 非常的长，就是说可能大家都选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开花，或者说进行这个物候开始。如果说你的开花期是更加的同步的话，就意味着你的花粉的产生也是更加的同步，就导致了你会有更多的花粉来对于花粉来说，对于这种橡树来说，花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更多的花粉可以增加你的所谓的 fertilization success，就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橡果。同样说，如果说你的开花期都不同步的话，这意味着你的花粉的产量也是不同步的，就导致你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橡果。所以说，这个 hypothesis 这个假设的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如果说我们的春天的气候非常的温暖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种子产量就会越高。就这一点，我们可以用通过物候来进行解释。首先呢，就是物候的研究是非常的花时间、花精力的，因为我们要去每一个地方来看是否开花、是否结果。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一种替代品来通过更加的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如何观测物候的方式，如何进行物候的观测。我们可以用通过遥感的方式，就首先这里有两片树叶，一片是绿树叶，一片是黄树叶，它们会有不同的波段进行不同的反射。然后对于这个绿树叶来说，它这个在这个红波段和这个近红外波段，它们的差距是比这个黄树叶的差距要大。就利用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算一个叫一个绿度的值，然后如果说我们每天都算这个绿度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完整的能够抓住这个物候是怎么变化的，比如说从开花到结果到这个树的颜色的变化，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整个的物候的变化。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叫 green up 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的时候它的物候变化是非常快速，有的时候物候变化是非常慢的，就这种现象呢是很难通过模型来进行解释的，所以说我们就发明了一种模型来解释这种用这种方式来对它进行建模。就如果说我们把绿度来进行，比如说今天、昨天还有明天这三个时间段，然后它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来自于遥感信息的观测，然后同时它有一个 latent state，就是这个 latent state 是我们观测不到的，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这个 latent states 和遥感之间结合起来，就是来自于有一个观测的误差，然后这个 latent states 呢就可以用通过不同的一些 variable 来进行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降水，可以用气温，可以用这个干旱的一些就是极端气候的一些现象来解释它们的变化，然后同时我们就用这个 spatial temporal random effects，因为遥感数据是大数据，它的进行模型的时候会非常的花时间，所以说我们用这种 spatial temporal random effects 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因为遥感数据它是用不同的向源，它向源之间是有相关性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解释向源之间可以来控制这种相关性，来同时来对这个物候进行建模。然后最后一个是有一个 process error，就是一个绿度的变化，它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它是有一个误差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也考虑进去，然后最后得出这个模型，就可以从空间尺度上来解释不同物候随着气候变暖的变化，然后同时它们不同的物候是怎么影响到这个种子产量的。首先呢，这个红色代表春天是提前的，然后蓝色代表春天是延后的，然后同样绿色也是代表春天是提前的，棕色代表春天是延后的。然后我们发现，在美国南部地区，随着气温的升高，他们的春天是不断提前的。同样，对于这个美国东北部的地区来说，如果说你有这个 frost events，就是有霜冻，可能会延缓你这个物候的变物春天的物候。同时，你可以看到增加降水的话，你的物候也会提前。
但是降水如果太多的话，比如说产生了一些洪涝灾害，就导致你的物候没那么提前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模型的结果，就可以用它和我们的种子产量数据结合起来，来预测这个物候是怎样影响种子产量的。这个呢，就像刚刚那个对于 CEC 的变化是一样的，我们把从每个物种的角度来说，就同一个物种以内，within species，它们是怎么样对这个物候变化进行响应的？蓝色代表是一个负相关，就意味着随着春天物候的提前，种子产量是升高的；红色代表是一个正相关，意味着随着物候的延后，种子是增加的。就说一个是物候提前，种子增加；一个是物候延后，种子增加。然后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物种来说，它们都是蓝色，就意味着说随着你的春天的提前，你的种子产量可能会越高。也就是说，和我们之前所谓的这个 phenology synchronize 假设是成立的，就是随着你的春天物候的提前，你的开花，就是大家不同的同一个物种里面的不同树，它们可能开花的时间会逐渐的 synchronize，然后导致它们的这个花粉的数量会增加，所以会也会增加它们的这个种子的产量。然后就唯一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物种就是 figus，它的响应大约都是红色。然后对于这些松鼠来说，我们一共放了3年的数据，因为松鼠可以一般来说有3年的时间来进行它们的一个这个橡这个松果的一个 development。对于橡树来说，我们有2年，然后这个是来但同时，就算你放了3年的数据或者放了两年的数据，它依然是一个负相关，意味着当你的物候越提前，你的种子产量越高。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三个变量，就是说，物候的提前会影响到种子产量，而且是一个正相关。你物候越提前，那你的种子产量就越高。那么随着气候变化呢，就意味着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可能对树木来说是有益的，就是相对来讲会增加它们种子的产量。那么既然我们现在有3个不同的 variable 来解释不同的变量来解释这个种子产量的变化，一个是说从这个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当你的胸径越大，你的种子产量越低；然后从养分的角度来说，你的养分越高，种子产量越低。就是这个，尤其是对于这个 phosphorus，对于这个磷来说，你增加磷的含量。无论是在土壤中增加磷，或者在叶片上增加磷，你的种子产量都会降低。这个结论是在，比如说在物种的尺度上，在群落尺度上都是一致的。同时，对于物候来说，你的更早的物候会增加你的种子产量。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有这三个不同的变量来影响到你种子产量。那么说多后面会有多少的种子会变成 future 的一个 forest？就我们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 forest inventory，就是这个 FIA 数据。来进行一个研究，还是集中在这3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大树 adults，一个是种子产量，一个是小树苗，就是多少的小树苗会变成大树。然后我们用了这个 FIA 的数据，种子产量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master inference forecast network，然后其他的这2个数据来自于我们的 FIA 数据。就如果说我们还是同样是用了一个模型来，因为种子的幼苗它是和这个大树息息相关的，因为大部分的幼苗都会被发现在这个大树的周围，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再放在一起来进行模拟，不能把它们进行分开。同时呢，这个不同的物种之间它们也有竞争或者是其他一些关系，就是意味着我们也不能说仅仅的只模拟这么一个物种，所以说我们把它们所有的都放在一起。然后同样说，我们还会有个 latent variable，这个 latent variable 也是我们观测不到的，所以说它和这个 observation 之间是有一个误差的。然后同样，我们用不同的气候变量或者是土壤的肥力变量来进行解释，为什么说不同的树木它们会有不同的这个 abundance 这个数量的变化，还有它们的种子数量是为什么不一样，还有它们幼苗的数量是为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横坐标呢是来源于这个。对于一些 adults response，就是比较大的树，它们是怎么响应这些环境因子的变化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幼苗它们是怎么响应环境因子变化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画了一条线，这条线呢就是一比一的线，就是如果说一比一就在一比一的线的上面的话，意味着温度对于这个幼苗的作用比对于这个大树的作用要大很多。然后如果说在这个线上面呢，比如说这个 CEC 这个土壤肥力的指标，它就意味着说土壤肥力的作用对于这个。大树或者是对幼苗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如果说在一比一的下面，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降水，还有说对土壤里面是有多少沙子或者多少 clay，它们之间的变化，就意味着当你的它们对于它们这三个指标对于adults 的作用，比对于 recruit 的作用，比对于幼苗的作用要小很多。但可以看到，就大部分来综合来讲的话，它们基本上都是和在这个一比一线的附近的，意味着它们的响应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是主要的变化来自于这个温度的变化。
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同时模拟了种子产量对于这些气候因子的变化，我们可以把它也放进去。我们可以看到，种子产量呢，它最响应最大的来自于这个温度。然后呢，降水基本上对它的作用很小，然后土壤肥力对它作用也很小。同时，这个土壤里面多少 clay 多少 sand 对它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说，种子产量相对于这个大树或者是幼苗来讲，它是和它们截然不同的，就意味着它们就是说同样的温度增加的话。种子产量的变化可能和大树或者幼苗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不同的变化来进行一个来 define 它们不同的群落，就是说，你看，我们可以把不同，就是每一个，就是还是像之前一样是一个矩阵，然后每一个横线都是来源于它们的一个物种，然后每个竖线也是一个物种，这是一个像一个就像相关性的一个矩阵一样。如果说这个矩阵的颜色是红色的话，意味着它们的相关性是正相关，意味着这些物种对于环境变化的响应是一致的。就是说，比如说温度升高多少度，它们的变化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它们就都会同时被归类到这一个群落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图放在这里，这个蓝色的群落呢，它主要位于美国的西北部，它主要是比较喜欢这个比较温暖的区域，比较这个降水比较多的区域，然后同时土壤肥力比较高的区域。就是他们这两个 species，就是比较那里比较多的一个 species 一个物种。然后同时呢，比如说这个橘色的地方，比如包含了美国的 Midwest，还有这个 Northeast 这个东北部，他们主要喜欢比较寒冷的气候，然后比较湿润的气候，同时土壤肥力没有那么高。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响应，我们可以决定那些群落的信息。然后同时这个紫色区域呢，也是位于美国西北部，它喜欢一个又冷又旱的区域，同时土壤肥力要低一点。对于这个紫这个另一个这个粉红色区域呢，它虽然和这个蓝色区域非常像，但是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这个土壤里面的 clay 和 sand 它们的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来 distinguish 这个紫色和这个粉红色，然后最后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美东这边的植被，它们主要是喜欢一个温暖的气候，然后降水比较多，同时土壤肥力没有那么高，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响应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不同的群落。群落定义完成之后，这最后一个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它主要是比较喜欢这个土壤，比较温暖的地方，然后同时土壤肥力没那么高。它和这个绿色有一点不一样，就在于它们对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 percentage 沙子的含量是不一样的。然后同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群落的信息定义在我们三个阶段，一个是来自于大树，一个是来自于种子产量，一个是来自于幼苗。然后根据这个不同的对环境变量的响应，对于温度、降水、土壤肥力的响应，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群落里面。然后可以看到，对于这个大树来讲，它们可能分成这么五种群落。种子产量来说也是这么五种群落。对于这个幼苗来说，它这个佛罗里达的群落可能逐渐的消失在这个绿和这个绿色总结在一起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线连在一起的话，可以看到。蓝色的群落，它们可能会在变成种子的时候，可能会转移到其他的群落中去，然后但是它们后面会转移回到这个幼苗的阶段，就是主要是因为，比如主要是因为这个幼苗的对温度的响应是比较高的，然后但是这个大树还有幼苗它们的对温度响应没有种子那么高，就意味着它们有的群落可能会变化到在种子阶段可能会改变，但是最后又会变回到幼苗的一个群落中去。因为大树和幼苗，它们的反应是一，我们刚刚展示了这个1:1的线，它们在1:1线的附近，意味着它们的对环境的变化响应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但是种子产量是和它们截然不同的，就是所以导致了这个群落的一个 reorganization，就可以先变到 seed production，然后再变回到幼苗阶段，就意味着并不是代表着我们可能多少的种子产量就能够变成未来的 forest，就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去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种子产量并不会。和这个幼苗的产量是形成一个同样的一个，就是说同样的去 follow 这个 climate change。然后同样我们就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说他们对这个对这个气候，还有对土壤，还有对一些其他的变化，他们对于这个幼苗和大树来说是非常的相似的，但是种子产量是非常不同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群落的 reorganization 是从大树到种子，而同时从种子到幼苗，但是并没有发生在从大树到幼苗阶段。然后这是的所谓的三个问题都把它们解决了。然后最后这张 slides 是说我们一些，就是我在读课时候一些 lemmates，他们帮助收集数据，然后进行分析。
然后这是一些法国的同事，他们也是提供了数据，然后参与了文章的讨论，还有 Phil 和 Cal 他们主要是提供了一些高光谱信息的获取，然后我们能够从高光谱信息得到叶片尺度的一些 nutrients level。然后最后这三个是我现在 lab 实验室里的成员，然后他们也是帮助了很多文章的书写过程或者是一些可视化的过程。然后这就是我个人的联系信息。然后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们现在有一个宇航局的项目，就是说刚刚解释我们刚刚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多少的种子。我们现在知道种子产量，也知道什么因素会影响到种子产量，但是多少种子会变成未来的forest 或者未来的幼苗的话，这个现象还是有些不清晰。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然后这是一些我的联系方式，还有我的实验室的网址。